朋友们，这个是刚刚分割好的生的带子肉啊，备注，先来个生吃啊，生的生吃特别过瘾，特别鲜，刺身蘸点醋，海蛎在上面。一层一层把它割掉，再来一层啊。最后这一层，这个是香辣的，熟的香辣备注。感觉这个熟的比较好吃一点，生的就是味道比熟的鲜一点，熟的再加点花椒啊，加点辣椒，味道更爽。这个大肉超嫩，确实太过瘾了。有没有食欲，老铁们？嘎嘣脆啊！这个是后来啊，整个袋子这个备注，我把它切成花刀啊，这样更入味一点。太过瘾了，熟的吃完了，咱们接着吃生的。那还有一个，我特意留了一部分生的，还有一部分熟的，生的接着吃啊。醋，蘸点醋。生的袋子，吃这个生的就得一层一层，不要着急啊，一层一层慢慢吃。味道简直鲜美无比。